还有两天呢，我们还是好好的过一过任务吧。欢迎新来的宝宝。为你我用难免的情绪。危险的六条视频你们看懂吗？能啊，可以啊。我觉得我下播了慢慢看啊。下播了慢慢看，明天好好研究研究给你。明天好好研究研究给你。跳。好吧。找到你说的那个版本啊，唱不了，就没找到你说的那个版本。
我可以给你放，你知道吧？妈耶，直播间里面那个人还刷屏刷的还挺快的。这个还可以啊，这个唱左手指月还不错啊，这个版本。
个指挥家，那个每次那个什么搞那个什么的，那个什么东西都是那个人指挥，就拿个什么东西在那里指挥。是不是？他不就这样指挥吗？也不知道他在瞎指挥啥，但是人家觉得人家指挥得很好。你让我给你唱都唱不出来，你让我给你指挥，我还是可以给你指挥两下的，知道吧？我唱歌会跑调，开玩笑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跟你说，我飙高音飙得上去，我不可能破音的。那个美玲她才破音，那个美玲你还记得吗？那个微胖版美玲，她唱歌就破音了。快点凑够10000吧，我就下了。别闹了，闹啥呀？大晚上闹闹你，你又不理我，下播你就睡觉去了，好不好？他就不出，你看，好烦哦，他要出就好了。就说了，请你右手放下你，合掌时你全部被收回心间，一句话
还不给我们，还是保险一点，上个怦然心动吧，你在试盲盒吧，上么么哒也可以，不然等一下都全是挂，就惨了。欢迎小虎，怦然心动。走个 T 台步，姿态
一天天的要求还挺腿吗？好久没跳迪斯舞了。